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杰度老哥谈挖矿。今天瓦纳卡是升级的，但是它还是有挺多 bug。如果大家遇到同样的问题，像我们打开这个瓦纳卡软件以后，我们点 start， 然后它闪退的话，解决方法是有的，就是要去重新下载一个。今天是美国的万圣节啊，万圣节就是鬼节嘛。然后它是里面是更新的，里面进去还是挺好的，阴阴森森，但是不错啊。我们就是去下载一个，重新下载一个，然后把它安装一下，那个闪退的闪退就可以解决，然后把它安装起来吧。好，现在重新安装了，然后我们重新把它启动，应该在后面已经启动了。好，你如果是在国内的话，这个升级速度可能要久一点啊，因为在外面的话速度还是挺快的，大概几秒钟就好了，所以说国内有些东西是不好。然后好吧，我们现在打开来，好，进来了，阴森森，鬼阴阴，啊，开始收数了。这个 bug 咋回事？没反应啊！好，万圣节做的还是不错啊，就是说还是有挺多问题的，它这个连接的话还是挺慢的，这个游戏 bug 不是一点点多啊，非常多，但是有什么办法嘞？这个新的场景不错啊，圣诞节哦，不，万圣节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直讲圣诞节。好了，今天又是一天不能玩了、啊。他这个游戏出来这么多 bug，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放弃这个游戏啊！真的为这个项目方感到啊，不知道怎么想啊！游戏上线还有这么多 bug， 也是无话可说了。好吧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今天还是不能玩的，我也没什么可玩的，连牛都没有了，本来说今天可以领一头牛，刚刚好。我看一下在哪里，在活动里面嘛。本来今天是可以领一头牛的，现在还要等一等，不知道是几点可以领，但是算了。今天就到这里，给大家看一看圣诞节的晚夜啊，就是万圣节的夜景啊。看见你能不能碰见妖怪，然后中一个大奖，好吧，今天就拜拜，就这样子，无话可说了，没什么好说了，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留言吧，留言。